好，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小螃蟹。小螃蟹在水里横着爬，横着爬，说我有两把大钳子，谁撞我我就夹谁。小鱼撞了小螃蟹，小螃蟹就用钳子去夹它，小鱼吓得逃走了。小虾撞了一下小螃蟹，小螃蟹也去夹它，小虾也吓得逃走了。突然有一根木棒挡住了小螃蟹的路，小螃蟹气急了，夹着木棒不放，捉下的人把木棒拿起来，小螃蟹就这样子就被抓住了。今天故事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